他被锁在哪啊？什么压通道？解压通道吗？哎，有张纸。他说本机构配备基础治疗和强效治疗，是基础治疗是给普通患者专属的睡眠治疗，特效是焦虑困扰的患者。为了保护隐私，强效治疗师不设于本机构之内，设立其他招牌为伪装。他在强制治疗室里边。哎，这个麦克风。喂，小八妹。喂，小八妹。哎，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？那你唱首歌给他听。你是黑夜的一束光。黑夜的一束光。你是黑夜的一束光。你是黑夜的一束光。哎，你能听到是吧？那证明一下，你要跟我们做 left left right right go， 看到吗？ go go go， 这是一群神经病。不是哦，他说好，他说他说不了。我们来这里，我们来这儿给你剪开。你在哪儿？他也不知道，其实。外面有一个声音吗？什么声音？我们就寻声找人。外面有人。哦。戴上了帽子。哦。戴上了。哦，他有耳麦，他有耳机，是不是？哦，他在。外面人在巡逻。外面有一个跟你一样穿着帽衫的人。你的你话我猜很差呀。他在强制。哦，外面在蹦迪。肚子饿了，生气了。他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。肚子饿了，生气了。他有耳麦，他有耳机。外面在蹦迪。我们一定要把它解，你一定要给我们说清楚，小八妹，加油。加油。外面是一首歌呀，还是一个影视，还是一首歌？一首歌，一首歌。儿歌是儿歌。是儿歌吗？是儿歌。戴着帽衫的女生，戴完哦，在溜达逛街，小红帽。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。还有啊，骑马，高胆高胆子大。我有一只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，是这个吗？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。什么？不是，不是。来，骑驴看唱本，马，骑马。白龙马，蹄儿朝西。哦，对，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西游记，西游记，西游记。蹄朝西。哦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。不是，成长长树，种太阳，种太阳，啦啦啦啦，种太阳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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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种太阳，种太阳。好的，我们尽快来找你啊。行行，在我们到你之前，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，让自己保持一个开心舒畅的心情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行。这些人为什么要抓八妹？抓起来，把他送进治疗室。他明天为什么会死？他是第一个要死的，就在明天。失眠便利店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他们就是一群的，又和我们六个人有什么关系？这一切都充满了疑问。对，我们要去找这个治疗室。或许等我们救出他，就会有答案。虽然在救他的路上笑料百，不对不对，应该是困难重重，但我们真的是想救他来着。走吧。哎，咱们在哪儿听过这歌吗？哦，电玩城，就是这儿。
走，去地下 B105，走吧。大开眼界。哦，停！哎，嘘嘘嘘嘘。人真好。嘿，哎，麻呢 ？Hello， 又来玩了。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这有点问题啊，小兄弟。你为什么要刚好听这首歌啊？谁给你放单？我这一直都放这首歌呀。你我告诉你，注意点啊。就看这个吧。宠物会所。是的，不是。其他招牌为伪装。是这儿吗，八妹？是，就在这儿，他在这儿。八妹，八妹，可爱的妹妹。那要有个密码呀。可爱的妹妹。然后那个一直都有哦。有啥东西啊？录音笔。听一下，李子说。你们快救救我！我刚刚喊救命，喊的嗓子都哑了。但是我透露到了抓我的人的对话，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上次我在电玩城玩推币机，连赢了三把，赢得奖励数字刚好是我的生日。你说巧不巧？大神呐，怎么做到的？边吃奥利奥边玩啊，手感超顺。哎，我们别在这守着了，去玩推币机呗。那这女人跑了怎么办？密码是我的生日，他怎么可能猜到？再说他也按不到密码，走吧。连赢三次是他的生日，然后开门密码是他的生日。哎，你们这个怎么玩啊？有币吗？看你们对那个宠物店特别感兴趣啊，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哎，来说个故事。那个宠物店呢，他说是个宠物店，但是奇奇怪怪的，里面也没有见过宠物，到时候不少人进进出出的，出来的时候还拿着一个白色的瓶子。叫什么？不哭泣，好像能让人快乐。要我说，就是一些人沉迷于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依赖那些三无产品，你还不如来我这电玩城里面，吃吃奥利奥，跳跳舞，扭一扭，舔一舔，泡一泡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心态挺好，我们。好，玩心常在才是真正的快乐。哎，要不要来一篇？好嘞，谢谢。你也肚子吃奥利奥吗？啊，吃。奥利奥好好吃哦。要连赢三把呀，这是。关键这连赢三把在哪儿写数啊？不是，给这三个推起来应该是。你们好富有哦。捡，还有一个，就在这里面。扭一扭。恭喜你获得奥利奥和奥币十枚。那个是啥？90年代歌曲唱完一曲体验卡，三次免费夹娃娃，三次体验卡。那跟没关系啊。他说连赢三次，怎么回事？连赢三把，赢得奖励数字刚好是我的生日。90年代歌曲。奥币十枚。三次体验卡。密码是我的生日。哦，他是不是90年代10月3号或者90年代3月10号之类的？这样吧，90-0310，那就90-1003。好了。Good morning。我肚子。我要验证你是不是肖八妹。假的，他假的，假的，他假的，我就他走了，假的，走，不要浪费时间。行，走吧。哦，这是肖八妹，他就是这么说话。你嗓子坏了已经是吧？你想哦，你要喝榛果粒，嗓子才会好。强效治疗室。这里是解压的天堂，为了保护患者隐私，我们将这里的门面伪装成宠物店，让患者进出没有任何顾虑。在这里释放所有压力，尽情放泄情绪。
咱们就是说，哦，终于可以说话了，真好，这东西好神奇。咱们就说能不能先把这个解开，剪刀呢，各位朋友？没剪刀呀，我这个不用剪刀，这个我可以，我有手活可以解开。哇，你好有钱啊！这样，咱们把这个镯子拿走，然后给人放下吧。其实可以直接就是砍。对啊，不要它。咱们就是略有点血腥了。你闭眼，你闭眼。好。等一下，非常高兴你们来救我，我觉得咱们的情谊又变得非常深厚了。你可能误会了。但是，所以我决定给你们说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为什么刚刚那个我们在失眠便利店，是因为我在调查那里面有一个事件。失眠便利店那个咨询室里面有一个门，藏着他们的秘密。但是我要再去的时候呢，那个门就被一个密码锁给锁上了，然后还有一个柜子挡在了那个门那里，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要去里面找到那个秘密。那个密码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办法打开，来不及打开。我们这不白来一趟，咱现在回去了。我们救你有什么好处呢？密码在柜子里头。我真的要走了。等会儿。你说你跟我们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？告诉我。我不知道呀。你写的你不知道？你是不是吃药了？不是。你也吃药了吗？推清醒。推清醒。不是，我还来不及调查。刚刚抓你的人是谁？就是里面的人呐、啊，就是失眠便利店的那一群人。把他抓起来，送进治疗室。救命！救！哎呀！闭嘴！快给扣上！给我老实点，待着。你在平行时空里见过我们六个吗？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我真的要走了，非常着急。